介绍一下，因为其实啊，现在时代变迁非常的快，我发现小朋友是不知道我是谁的，因为我太久以前比赛了。对，我大概14年前的时候，2008年有参加过超级偶像第二届，那
大家还有印象吗？有一点印象了吼。对，当时去比那个超级偶像第二届，啊有得第三名这样子。啊后来呢，就是有在唱歌，有演戏，也有自己写歌。现在呢，在做自己的洗发精，好不好？所以有想要买新的洗发精，可以 Google 一下我，打我的名字，打林一蔚洗发精就可以找到了。不可以宣传是不是？开玩笑的。好，刚刚带来这一首歌呢，是梅艳芳的《亲密爱人》。今天呢，选的歌都是比较温暖一点，因为中秋节嘛，大家就是团圆在一起。然后呢，经过了这个疫情这么辛苦，大家还是现场这么多人，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太棒了！我们现在大家可以这样聚在一起，真的很不容易，所以大家还是口罩还是要戴好，还是要注意安全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继续来唱第二首好听的歌，送给你们，是什么？千言万语啊 ，OK。好的，这首歌呢是来自王菲的，诶，不对，邓丽君的《千言万语》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唱王菲版本的，大家可以听听看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是不是钢琴很好听？要不要先给老师一个掌声？弹十分钟。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。完蛋了，这样子大家应该没有注意看的吼。好，下一首歌呢，一样是我很喜欢的歌手的歌，以前在超偶比赛的时候好像也有唱过这首歌，叫做《隐形的翅膀》，有听过吗？有吼，那等一下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不好？可以吗？
好，来吧。之前呢，因为真的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公开场合唱歌给大家听，所以现在那个肾上腺素有点很多，所以呢，等一下是一首很热情的歌，所以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跟我一样很嗨嗨起来，好不好？那在嗨起来之前呢，想跟大家就是小聊天一下，对，因为呢，我觉得我这几年觉得自己好像有长大一点点。但是那个长大呢，可能是心境上的转变比较多，就是只是想要跟大家说，因为这几年我觉得大家真的都很辛苦，那不管是面对工作、面对家庭、面对感情，很多都因为疫情而转变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我们人类就是最厉害的，我们是最强的，所以我们要克服这些障碍，这些东西不算什么，我们要继续存活下来。但是呢，我们要保持一颗很正面的心态，因为我知道疫情可能大家就是会觉得啊，就很难赚钱啊，或是心情不好啊。可是就是常常啊，我们就转念换个角度想，就是如果真的压力很大，像我最近就爱上去绿岛
潜水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决定每个月就说我要放风一次。我跟我家里的员工说，老板要去放风啦，再见哦，你们自己乖乖在台北哦。对，我就是去绿岛潜水，然后找到我自己的出口，就觉得很疗愈。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啊，就是如果你每天都压力很大，心情不好，记得要找到出口，好不好？答应我好吗？好吗？人生苦短，开开心心的最重要，对不对？好，中秋节跟大家分享这个心灵鸡汤，接下来呢就要带来很激情的一首歌咯，大家先把那个手举起来，我看一下，等一下准备，我们先拍手好了，等一下等老师节奏一下就要拍手。哎，中间的朋友，你们的手手咧，给我看到一下，来，都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要来咯，走，走。